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那今天的影片呢，我们来做无硼砂无胶水的水潭假水。虽然呢它把我的手弄得很狼狈，可是没有关系，只要你们喜欢看就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。OK， 我开玩笑的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先要准备一个容器，还有一个搅拌棒。之后呢，我们需要一个装满水的容器，对，就装满很多水的那一种，因为今天要做的是假水。之后呢，就放入色素。你们知道色素是我最喜欢加的东西，我一定会加的，所以就欣赏这一刻吧。之后呢，搅一下呢，它就变成了 syrup 的那一种颜色。我们要加入刮耳胶。记得不可以使用哦。还有这个片段是我还没有在放色素之前拍的，那之后呢我又拍多一次了，哈哈。之后呢就开始搅拌，然后做一样的动作吧，加入刮耳胶，然后又搅拌刮耳胶，搅拌刮耳胶，搅拌，对。之后呢你就会看到很多渣子的出现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们会出现，可是没有关系，我们还是要撒很多的粉，因为要让它粘稠。现在呢我们就要把渣子给拿出来了，因为非常的恶心。 OK， 我觉得那个渣子有一点像玉叔叔，只有我这样觉得吗？之后还是重复一样的动作，把所有渣子拿出来。画面一转，以为我们结束了吗？没有哦，我们还在这个阶段，就是一直重复把东西拿出来。之后呢还是一样把所有的渣子拿出来。之后呢你就会看到一个很像比较黏糊的东西。那猜猜我们下一个步骤要做什么呢？就是非常多余的把里面的假水拿出来，其实根本就没有多少，对，就是在浪费时间。之后呢就搅拌一两下这样子吧。在最后就一定要加入清新剂，那这清新剂是 Airwick 牌子，然后是 in one， 不要再问我了，谢谢。对，就是这个牌子。之后呢就加入我们的清新剂，就加入很多，然后再搅拌，就跟我以往的所有史莱姆影片一样，加入清新剂搅拌，加入清新剂搅拌。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它有开始变粘稠了，就是比较有那种假水的特质。就继续搅拌吧，也不知道要重复多少次的动作，非常的无聊，大家就忍耐一下吧。就在我非常无聊的时候，我的清新剂决定用完了。我预料之内的，没有关系，还有一点点一点点，可以的可以的，一定可以成功做到假水，就一直搅拌吧。就在我史莱姆还没有成型的时候，我决定做一个非常愚蠢的动作，就是把我的手放进史莱姆里面，然后呢我就整个手都是黏黏的东西，我也不知道我动了什么，非常的恶心，不要看了大家，非常的恶心，已经恶心了，所以我就继续的搅下去，然后我就开始得到了我假水的形状，我非常的开心，可是我的手非常的不开心。之后呢就还是继续摧毁我的手吧，反正已经摧毁掉了。就让我们沉浸在史莱姆的世界里面，不出来吧。 OK， 我觉得它的触感是很特别的，因为它又很像水那样，可是你又可以拿得上来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很奇妙的感觉，它是水，可是你可以拿上来，你可以看得出来非常的好玩，我的碗都变形了。之后呢我就停下来了，因为我要拍缩图照，不然你们以为我缩图照怎么来呢？之后又想要拍多另外一个缩图，因为这个很像比较好看。最后我用了这张，你们知道的。就让我们沉浸在史莱姆的世界里面，不出来吧。没有猜错，这个就是第三张我要的缩图，所以
对，哪一张比较好看呢？你们可以留言告诉我，可是我已经选择了，所以告诉我也没有用。没那么简单就能去，那这个东西呢，它本身不能拉伸，然后也不能搓，也没有声音，就是一滩水，可是是那种水，可是可以被冻的水，所以它基本上跟史莱姆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。哇，这个东西超好玩的。听完我微妙的歌声后呢，就要开始放金粉在我们的假水上面，因为这个假水那么无聊，怎么可以不加一些东西在上面呢？金色、银色，还有这个不知道叫什么东西，可是它闪到我的镜头都无法对焦。之后这个金色的东西也是无法对焦，可是没有关系。我们就摇一摇吧，我也不知道在干嘛。现在让我们用5秒的时间来欣赏这个漂亮的史莱姆，就让我们沉浸在史莱姆的世界里面，不出来吧。之后呢，聪明的我打算把史莱姆往上一弹，然后呢，全部金粉就洒出来了，好开心哦，又可以洗桌子了。之后呢，我决定把所有的金粉掺进史莱姆里面，然后继续把我的手弄得更肮脏，更加粘手。一只手肮脏怎么够呢？所以要把另外一只手也弄肮脏。恭喜你，现在你有2只非常肮脏的手了，你真聪明。那它的容量呢，大概就是一个小杯还有一个大杯，然后我决定摇一摇，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没有关系，反正人生就是不懂在干什么啊。然后我觉得这样挤出来的效果会很好看，所以我就把它倒在我狭白的桌子上面。然后这是我做过最大的错误，就是虽然它很漂亮，对，非常的漂亮，金光闪闪的，呵呵，可是他把我桌子弄得整个都是金粉，然后我要去抹桌子了。今天影片就结束咯，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记得按赞并且分享，还有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追踪我的 Instagram， 可以看到更多史莱姆影片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